小妖精。童颜女神穿七零，美臀曲线更性感。如果有位女生站在你面前，想必许多人会上下打量她的全身，从头看到脚，或从脚扫回头。答案不外乎是先看脸、胸、臀、腿，但胸与臀中间还有个腰，而腰其实可以很性感的。Min Club 指出，夺下2015年偶像 DVD 赏、腰围赏的川西绫、川崎，虽然没有所谓的屈辱，但她凭借着水蛇腰和修长美腿，以及模特比例的身材，让她在2014年以赛车女郎出道时就颇受瞩目。但更吸睛的，如果不是她的童颜，那绝对就是她的小蛮腰了。而要被称为妖精，大概就需要像川崎绫这样的腰。数据一点来说，是 20.4 寸 ,52 公分。她自己说过，我的腰从小就很瘦，刚刚出道时大概是56公分。约22寸，就此得到了水蛇腰美人的名号，小蛮腰就成为了我的卖点，这样我想不努力也不行。此外，川崎绫去年初更获得周刊 Flash 所举办的 IS Flash 2016肯定，四月份又推出 DVD 写真，让人看到她那完美的腰线，还有更让人称羡的臀部曲线。但他却说，我本身觉得自己屁股太大，所以入行前觉得很自卑，但入行后这些反而成了我的强项，以前自卑的地方变成了工作上的优势，所以我觉得成为了写真女星实在太好了。其实平常川崎绫也喜欢玩 cosplay， 也乐于将照片上传网络分享，当中也不乏有火辣的大尺度照片，虽然没有巨乳，但川崎绫还是能在写真界闯出一片天，宋仲基芯片侍应。光洙撑场韩国男神宋仲基在宣布婚讯后，频频曝光为芯片君建岛宣传，继前日现身首映后，他与主演的苏志燮、黄正民、李贞贤、童星宋仲基、苏志燮等金秀安等昨出席在首尔龙山举行的 VIP 试映会，吸引多位艺人出席，包括宋仲基好友李光洙、朴宝剑、孙艺珍、宋承宪、孔孝真、宋智孝 Exhibit 等，更有1000名 fans 撑场。穿上白色上衣的宋仲基继续笑容满面，又不时露出欧嘴、嘟嘴等奇怪表情，但只在台上感谢工作人员，未有提起为光洙宋慧乔。宋仲基在前日首映高呼宋慧乔是他爱人，昨日公开的访问中，他在向乔妹表白，人气没有乔妹重要，并指不能追求人气，否则就不能结婚，又透露现实为筹备婚礼感到很开心。鲜红的站上台时，宋仲基见到大批粉丝，即露出惊讶表情，不停挥手打招呼。黄正民则托时片中的童星金秀安出场，李贞贤一露肩裙示人，不失性感，苏志燮以全黑西装酷爆现身。片中的主角进入戏院后，先感谢幕后的工作人员，望大家多多支持军舰岛小妖精。童颜女神川崎绫美臀曲线更性感，如果有位女生站在你面前，想必许多人会上下打量她的全身，从头看到脚，或从脚扫回头。答案不外乎是先看脸、胸、臀、腿，但胸与臀中间还有个腰，而腰其实可以很性感的。Min Club 指出，夺下2015年偶像 DVD 赏、腰围赏的川西绫、川崎，虽然没有所谓的屈辱，但她凭借着水蛇腰和修长美腿，以及模特比例的身材，
让他在2014年以赛车女郎出道时就颇受瞩目。但更吸睛的，如果不是他的童颜，那绝对就是他的小蛮腰了。而要被称为妖精，大概就需要像川崎绫这样的腰。数据一点来说，是 20.4 寸 ,52 公分。他自己说过，我的腰从小就很瘦，刚刚出道时大概是56公分，约22寸，就此得到了水蛇腰美人的名号，小蛮腰就成为了我的卖点，这样我想不努力也不行。此外，川崎绫去年初更获得周刊 Flash 所举办的 IS Flash 2016肯定，四月份又推出 DVD 写真，让人看到他那完美的腰线，还有更让人称羡的臀部曲线。但他却说，我本身觉得自己屁股太大，所以入行前觉得很自卑，但入行后这些反而成了我的强项，以前自卑的地方变成了工作上的优势，所以我觉得成为了写真女星实在太好了。其实平常川崎绫也喜欢玩 cosplay， 也乐于将照片上传网络分享，当中也不乏有火辣的大尺度照片，虽然没有巨乳，但川崎绫还是能在写真界闯出一片天。